很抱歉，上次说的写了两首新歌，第二首歌我因为有些原因所以不会播，所以就带来别首，也是老歌新唱。这首歌呢是一个网友他投稿给我的，这样这个男生就住在他喜欢的女生的正对面。什么叫正对面？是他的家的窗户只要一打开，他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，他们都是住三楼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他们住在对面，很变态哦。